家好，这里是茶余饭后，点击订阅，让你的时光不再孤单。大二时，他离开辅仁大学去美国留学，辅仁大学的男生感慨，从此辅仁没有春天。26岁，他嫁给李敖，全台湾的男人心碎了。他就是胡因梦，被称作70年代台湾第一美女，被徐克夸赞百年一遇的美人。胡因梦具备了完美女主的所有条件，有美貌，有家世，有才华，有个性。祖上是瓜尔佳氏郑红旗，父亲胡庚年曾任旅顺市长。1949年，胡庚年随国民党定居到台湾，后来做到台湾立法委员。胡庚年早年留学日本，喜欢读书下棋，既有书卷气，又有政客的风采。作为胡庚年的掌上明珠，胡因梦自打出生就是带着光芒的，自然从小衣食无忧，府上往来宾客无白丁。如此长大的胡因梦，不需要美貌加持，也拥有自信，越是见多了文人高官，越是向往叛逆，这都为他以后嫁给特立独行的李敖埋下伏笔。胡因梦从小到大读的都是最好的学校，他成绩优异，喜爱文学和音乐，走到哪里都是一道风景线。胡因梦高分考入辅仁大学，一入学便成为了最美的校花，走到哪里都会让男神驻足观看。但胡因梦可不是普通的漂亮小姑娘，她背着吉他唱民谣，一个人骑车去看色情电影，喜欢看文星杂志，文星是当时倡导自由思潮的杂志，李敖就是这本杂志上的知名作家。狂人李敖文风犀利，不可一世，他可以将当局者骂得大快人心，也可以将男女之事公然写在文章里。胡因梦就是他的粉丝。有趣的是，这本让胡因梦和李敖结缘的文星杂志，也是李敖锒铛入狱的起因。李敖因为和文星杂志创办人肖梦能产生债务纠纷，因而入狱6个月。深爱文星的胡因梦并没有因为父亲是立法委员而收敛，反而更加叛逆，从言行到打扮都不在意别人的目光。胡因梦大学时交了一个外国男友，他经常穿着露背装、超短裤，踩着高跟鞋，挎着大老外，大摇大摆，招摇过市，变成了别人口中的浪荡女。胡因梦满脑子的自由思想，小小的辅仁大学已经关不住她了，于是她便去了美国留学，读过大众传播，还学过模特。这时候的李敖正在狱中度日，他被台湾当局冤枉入狱，一边愤恨，一边在狱中浪费大好时光。他错过了见证胡因梦的走红。1974年，胡因梦留学归来，毫无表演经验的他直接被定为电影《云深不知处》的女主角，而当时已经出演多部电影的林青霞只能做配角。这部电影拿下了金马奖优秀剧情奖，让胡因梦一炮而红，他和小一岁的林青霞也结为好友。在美得不可方物的林青霞面前，胡因梦毫不逊色。有趣的是，胡因梦在看片的时候觉得自己眼睛太肿，上镜不好看，便让母亲陪自己去日本做了双眼皮手术。这是为什么胡因梦和小时候的照片看起来有点不一样，而她也是最早一批敢在脸上动刀的人。21岁的胡因梦在娱乐圈大放异彩，连续拍了多部电影，成为了最炙手可热的女星。1977年，胡因梦24岁，她凭借《人在天涯》获得金马奖最佳女配角。这时的李敖已经出狱，身边有台大毕业的才女刘慧云，在女友的帮助下，她的复出不远了。1979年，李敖出了一本《独白下的传统》，虽然入狱多年，但文风依旧犀利，一针见血。这件事对胡因梦来说，可能比获得金马奖还开心。她专门写了一篇文章声援李敖，被刊登在最具有影响力的报纸《工商日报》。胡因梦的名气让这篇文章受到巨大关注，更为李敖的复出之作助力不少。胡因梦被父亲告诫低调一点，但他不仅不以为意，反而还给李敖写起了情书。李敖这才知道入狱这几年错过了多少人间美色，台湾第一美女竟然是自己的粉丝。这时跟他同居的刘慧云已经不入眼了。接下来李敖便和自己的美女粉丝见面了。李敖和胡因梦的第一次见面，还有胡妈妈在场。不太冷的天气，李敖穿了里三层外三层，戴着颇有书生气的黑框眼镜，对着胡因梦母女鞠了一个90度的大躬。胡因梦本以为自己崇拜的犀利才子是一副狂妄不羁的模样，没想到却是一副书呆子的样子，这让他觉得非常有趣。这次见面后，两人便陷入了热恋。李敖说胡因梦又漂亮又漂泊，又迷人又迷茫，又伤感又性感。胡因梦则认为李敖是世间最有才华的男子。这时的正牌女友刘慧云成了一个尴尬的存在。李敖对她说，胡因梦来了，需要你避一避，意思是也许胡因梦不适合自己，那时你再回来。这样厚颜无耻，
又坦荡的渣男言论也周礼敖说得出，刘慧云自然是不同意，分手就分个利落，大大方方的拿走了李敖210万分手费，然后出国留学。李敖这是一心想跟胡一梦在一起，便痛快给了钱，结果给完就后悔了，他便想着从胡一梦身上要回来。李敖找到胡一梦的母亲，说自己为了他的女儿支付了210万，他再给自己210万，合情合理。胡妈妈本来对李敖非常满意，还宣称全台湾配得上女儿的只有李敖，结果被李敖要钱这出戏气到不行，非让胡英梦跟他分手。这时的胡英梦已经失去了判断，在他眼里的李敖所有的格格不入都是一种独特的魅力。两人在咖啡馆的初吻，李敖扑面而来，死死地压住了他的鼻子，还把他亲出了一个紫色的吻痕。李敖把胡英梦带到家里，向他炫耀自己的十万册藏书，而他的卫生间里却贴着美女的艳照。这一切都让胡英梦觉得好奇又有趣，他无法自拔地爱上了李敖。于是他不顾父母的反对，嫁给了大自己18岁的李敖。李敖一袭工整的深色长衫，胡英梦穿上精致的旗袍，在媒体的见证下做了结婚登记。李敖还细心地为胡英梦擦去手上的泥印。第一美女和大才子的婚姻轰动一时，作为事业正当红的女星，不少人佩服她下嫁的勇气。原以为两人是才子佳人的绝配，将创造流芳千古的佳话，结果却闹了一个巨大的笑话。起初两人还是琴瑟和鸣，都有一颗赤子之心，喜欢写作和阅读，但好景不长，李敖的格格不入在生活中也不例外。有一次李敖推开厕所的门，意外撞见胡英梦因为便秘憋得满脸通红，发现妻子并不是仙女，只不过是长得好看一点的凡人。李敖说自己是一个追求完美的人，不能忍受妻子如此不堪的一面，两人没多久便离婚了，婚姻仅仅维持了115天。然而此事并没有结束，李敖多次公开谈论此事，让胡英梦这个便秘美女成了全台湾的笑话。胡英梦才意识到自己不过是李敖的一个战利品，但她也没有善罢甘休。不久后，李敖被文心创始人肖梦能告上法庭，对方指责他侵吞自己2000万财产，而胡英梦就是证人之一。这个案件让李敖再次入狱，虽然只有6个月，却让李敖对胡英梦怨恨不已。李敖对胡英梦的态度非常矛盾，他不止一次公开羞辱她，也不止一次公开夸赞她的美貌。两人的情感纠葛长达几十年，在胡英梦50岁生日时，李敖特意让人送去了50朵红玫瑰，胡英梦为此非常高兴并表示感谢，但李敖却说，我只是提醒她，再美也已经50岁了。胡英梦的美貌一直被李敖惦记，她的确一直美了下去。离婚后的几年，胡英梦继续出演了几部作品，也曾提名金马奖最佳女配角，还获得过亚太影展最受欢迎女演员。但展示美貌或演绎别人的人生，终究不是胡英梦的向往。她的作品不多，将更多的精力投入在学习读书、写作和研究。33岁，胡英梦彻底退出娱乐圈，定居美国，开始了自己新的事业。因胡英梦专注于灵修和禅学，翻译了不少著作，同时自己也出版了不少个人作品。关于自己的前夫李敖也琢磨不少，但和年轻时的针锋相对不同，随着年龄的增长，胡英梦不论从气质还是文笔都柔和了许多，对一切过往更多的是感恩与笑对。这时的李敖已经娶了小30岁的妻子，并生下了一子一女，他的妻子同样是他的助理，但李敖对于男女之事依旧毫不避讳，甚至公开在节目中说自己喜欢17、18岁的幼女。胡英梦一直没有结婚，42岁却生下了一个女儿，关于是否有男友以及女儿的情况从未透露。胡一梦年长之后变得通透许多，她自己理发，保持着贴头皮的短发，总是穿着宽松素色的衣服，彻底告别了当年那个明艳的第一美人。2018年，李敖去世，胡一梦说她是自己最感恩的一个男人。当一个人没有面子时，就不会去考虑争强好胜，用成败论事情了。相比之下，李敖显得小气又顽劣。如今已经68岁的胡英梦褪去了俗气的美貌，找到了真正的自己。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，大家还想看谁的故事呢？记得在评论区告诉我们，别忘了动动手指点击订阅、点赞、分享哦。我们下期更精彩，拜拜。